包厢。等一下，生日包厢嘛。哎呀，你个没生日包厢。你如果要做生日包厢，这个位置进去过一条路，一条路到你个卫生间里面。三十八线买走。啊，人民路三十八线嘛，三十八线买走。唔知啊，你三十八线，哦，哎，三十八线你拍落好快一堆都卖袂出。妈的，看你这么贱。